马尔济斯，马尔济，这段会剪掉吗？马尔济斯，嗨嗨，继续快点，耶，我起来，jump，哇！欢迎收看《波波接地气》，你是猫派还是狗派呢？那你对狗狗的品种又有多了解呢？我们今天准备了狗狗大考验，要来考考华山大草原上的民众们，走吧！你们最喜欢哪种狗狗？我喜欢八哥，我们那个发豆，对发豆，对对对。有人说过你长得很像一个艺人吗？有，是 Helby 吗？超像的。杰克罗鼠。柯基。古代牧羊犬。柯基。猎犬。猎犬。想请问你养的这个狗狗是什么品种？贵宾，三年了。给它零食，它都会先自己玩很久才开始吃。食物好像会动一样，它就是会自己一直跟它玩，然后玩到它想吃的时候它才开始吃。那你会跟它讲聊天、讲心情那种？会，可是我觉得它好像都不会理我。有些人的狗好像会。有反应，他很自我。通常人家可能会跟别人玩，可是他是怀疑世界的一只狗。是什么狗？米克斯。哦，它是米克斯。嗯，领养就这样子，不确定它是什么，应该是不会。不会，先照顾他们两个。有养也是以流浪犬为优先。养的这个是什么？柴犬，白柴。结实的部分都是你要自己看准时机。对。他们生活是这样。对，因为狗狗它大便都有一个前置作用，就是可能会。一直闻一个同一个地方，然后会开始有点像转圈，然后就会蹲下，所以蹲下的那一刹那，就要赶快就是。刚好听到我们直接捕捉到那个生物那个接球的画面，我们可以特写一下这个。就是一个普通的鱼肉，味道有点上来這樣。海犬在换毛季的时候是这样子。对，它一年换两次。是换半年，一定有啊！狗狗就是在一两岁那阶段，就是会狂咬家具，可能衣橱或什么都会被它咬坏，真的很崩溃。它现在就是比较乖，对，现在很乖。会想要养猫，因为我觉得猫跟狗的互动很可爱，人家都会说柴犬像猫，猫系的狗，所以就会想养猫。对，它很亲人，对啊，对对，它就是认人摸的狗。想请问你养的狗狗是什么品种的？英系狗。有趣哦，因为它天性猎鸟犬，它要把一只鸟吃掉。那你发现的时候是它这样咬的那个，对吧？你要跟它抢，把它弄吃掉。然后就把它这样困下去了。是什么品种？马尔济斯，它今年13岁，然后养它12年。那你之前有听过它被讲成科尔比斯吗？就已经是一个老梗了。我们家其实有养两只猫，就是它会追猫，就是它追到也没有怎样，可是它就是会惯性去追。然后我们家那两只猫是母女，就是妈妈看到她小孩被追，就会对她超凶，所以就是维持在一个紧张的平衡。请问你们有养宠物吗？没有，我有。他有，他有，我没有。养什么？养柴犬，7年多，就是他的个性又跟我很像，所以就是你越叫他不要干嘛，他就越要的那种。就反骨了，反骨狗。对对对。刚同事遛狗，他叫 Star， 他叫 Ryan， 那只来比较久，然后他好像会听得懂一些人说的话，比如说。吃，然后有时候像说什么吃面包什么的，或者是我们在说什么东西好好吃哦，然后就会冲过来，然后也要吃。Her name is Made. Hey Made, say hi. She's actually very cute, but not very friendly when there is a lot of people. It's a girl, and she's a mix. She's a poodle and a street dog. Oh, mixed together, mix. Yeah. Okay, look. Made, high five. Wow, good. Made, shake my hand. Good.What's your name? Yes, your name is who? High five. Hi. Put it down. Down. Put it sit. Put it sit. Jump. Yeah. 是狗狗品种的考验。这上面有很多狗狗的品种，然后我们会有题目卡。那米克下。米克下。哦，米克下是他的啦。米克下。我觉得我应该会全对的，这应该是吉娃娃吧？废话，这半身什么东西？半身什么？他哪拍过西沙、啊？西沙，我们看一下有个西沙广告。黑眼圈有那么重吗？你会唱这首歌？不会啊，你会吗？你要跟我合唱吗？唱你要跟我合唱吗？马尔济斯，马尔济斯，马尔济斯，马尔济斯。自己贴完之后觉得，真的，对你来说太简单，你是热爱狗狗的人。对啊，你会不会是
因为马吉斯哎，最近的那个马吉斯，我找到一个会唱了，我终于找到一个会唱了，你可以再多唱一点吗？马吉斯，来一起唱，马吉斯，马吉吉二吉三，马吉斯。然后我以前有养过红贵宾。猫子，我只养过米克夏，米克夏，米克夏，米格那个是什么？米克斯。哎，好，对不起，对不起。有狗的卡通，忍者哈特利，宠物当家，布丁狗，老皮那个叫什么？探险活宝。你觉得最有名？紫色的，他跟一个老奶奶跟一个老爷爷住在一起。胆小狗英雄，海贼王。海贼王的狗是谁？哦，不对，那是鹿哦。他就是小姐。他就是小姐狗，是不是？这是一个恐怖的那。你说他是不是鼠鼻狗？对对对，对有。蜡笔小新，一零一中锋。步步恰恰可能。哦。步步恰恰那个车是不是就是？